不得入内。如果你哋再骚扰我哋大清武军人嘅范围，我就甩晒你哋。真系好冇礼貌啊！我班其他佬咁样虾我哋广东人，我方世玉唔出头点得啊？反清复明系你一个人嘅事咩？呢件事我方世玉唔去做，有边个去做？我方世玉呢次一定要闯一番新生烈烈嘅事。新闻出家人居然假扮新娘，扰乱我哋武举人嘅婚宴，冚唪唥跟我走，冚唪唥跟走。今晚嚟捣乱呢个婚宴，只系我同三德嘅私人恩怨。小男子专包庇鼠毛狗球，我今日带大队人马，烧平烧林子，杀咗方世玉。